40도. 소야로? 기념 카드 할 때요. 진짜 맛이. 아 너도 나한테. 나한테. 이따가 내 눈으로가. 现在又得领着他上医院里边再去看看吧。不要不要。对，就是咳嗽，哎呀，晚上硬咳嗽，一咳嗽嗓子疼，弄得我嗓子都疼，我这嗓子都疼，这里都疼光。就是你往下吞个东西，吞个口水都疼，可能让他传染，我估计嗓子疼。嗯，再去问问你那个什么医生，新加强老咳嗽怎么办？再给开点什么药啊？是不是不能让他老咳嗽啊？对不对？现在是9:30，告诉我们就是可能得需要时间，因为前面的病号小朋友太多了，看病的小朋友太多了，我们要等到11:30才能轮到我们的号。又得喝一个啊！好，我哪个？嗯，我这钱就给阿姨。嗯，走吧。阿姨找钱了，嗯，好，谢谢。那你搁这坐等，妈妈给你个东西，妈妈有个礼物送给你啊，那坐等啊，我去拿。好了啊。睁开眼睛吧，看看这什么东西。前一段时间就一直喜欢那个听诊器什么东西的哈，买了一个，嗯，这是什么？你看，这是医生看病用的，就是你看。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听诊器哈，这应该怎么弄？他妈，这个是俩啊，这俩。好，听听，哎，听听，给谁听听？给妈妈还听听，还是给新大强听听？啊，妈妈听听。小宝宝生病了，给小宝宝打个针灸。那，给他这玩儿，给你拿好了。这是一个钳子，用来拔牙的吧？牙拔。嗯，这是什么？哎呦，这是干啥的？是，有口哨。去。嗯，好。这药丸啊，印象都知道啊，这是个药丸。嗯。药，哎，这也是个药丸，哎妈，我都没看见，你听大家都知道，这是药呢，药呢，哦，就这样打针啊，哎呦，打好了，真是的，你说，哎，睡觉，你说还不躺着，不搁那躺着睡觉，还得让妈妈抱着，妈妈就不用吃饭了，妈就一天晚上抱着你就行了，哎呀妈，又饿又困，你说，饭也没吃。你吃不吃玉米？啊，不要拉倒。嗯，还吃虾呀？嗯，昨天炒的那个西兰花，剩的。啊，去去，要不要胡萝卜？不要。嗯。哎妈呀，这家伙，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哭一会儿。嗯，这会儿起来吃个梨吧。哎呀妈呀，那就这么抱着睡最好了，一放下躺一会儿。
就醒了，一咳嗽就起来了，哎呀妈，就睡得迷迷糊糊了，又得吃东西，又得上厕所，又得喝水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东西。刚才给山口打电话吧，你去超市买点饭吧，啥也做不了，也放不下，连上个厕所都不想上，上个厕所还得和他和你一起上厕所，就什么也不用干，就一直这么抱着最好呢。筋也疼，腿也疼，那也得忍住。嗯，哎呦，爸爸回来了呢，嗯，爸爸回来了。嗯，让爸爸抱抱，妈妈弄饭吃啊。嗯，盖一点吧哈，晚上有点冷了。哎，对，啊，让爸爸抱抱，妈妈做饭哈。そうやろ昨日からあるとよ昨日もあるよ女っす要点蘑菇还要不要肉不要肉好要吃点蘑菇吧爱死哈哎呀哎呀好啊你等赶快感冒好了妈妈给阿姨吃哈。一起搞阿姨吃哎你先吃饭等什么先感冒好了哈。是不是面条妈妈给你煮点面条不要。多吃点多吃点饭身体才健康才不咳嗽哈。要不吃饭身上都没有劲儿一咳嗽都受不了。那个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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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